Hello， 大家，今天这支影片呢，可能会在气氛上会有点为凝重，分享我前几天在匈牙利布达佩斯所遇到的状况。如果你接下来有计划到匈牙利布达佩斯玩的话，一定一定要把这支影片好好的看下去。如果你有追踪我 Instagram 的话，你就会知道我前几天上传了一支短影片，然后那支短影片因为是在事发的当下所拍摄的，时候的我就是情绪是非常的满，然后也非常激动。那我想要借由这支影片来跟大家好好的诉说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布达佩斯的话，有几件事情你可能要特别注意。首先呢，我们到底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第一天落地到布达佩斯的时候呢，我们就先到地铁站附近的机台买了这一堆票。那我们第一天呢是买了20张票，一直都是有买票的状态，所以我们进出有检票，然后有日期才进去搭的。但是在地铁遇到的状况跟在公车上还有电车上面遇到状况真的是差蛮多的。我们在公车跟电车经由连续遇到整台车的检票机坏掉的事情，我们因为连续遇到了两台，这个当下呢是觉得在欧洲如果检票机坏掉是一件蛮正常的事情。我在德国也遇到检票机坏掉过，在英国的话也曾经有 Oyster Card 的那个 B 卡那边坏掉。你是到大城市之外的那种小镇去旅行的话呢，其实那个公车上面的机器坏掉通常会有两件事情会发生。第一件事呢就是司机会让整台车下车，他会跟你说后面那台车可以搭，那你可能就要再等。但是我觉得发生这件事情我是有遇过，但它不是最频繁的。另外一个司机的应对措施呢，他是就直接让大家上车，因为毕竟他还是有那个时间的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英国的小镇就有发生过大概2-3次这件事情，会觉得还蛮普遍的，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应该还好吧，没有想这么多。但是就是在事发的那一天，我们刚刚好呢又是去搭到了一个整台的检票机坏掉的公车。那个时候我们拿着票上去，因为它是坏的嘛，那个公车我们是坐在后面，所以其实最后面已经没有门了。拿着手机在录影的时候呢，我就想说为什么突然会冒出两个穿便服的人站在我们后面，就是刚好坐两边，然后中间是走道，因为刚好这两边都有人，所以就是这样子。那个时候呢，我就吓到，我就先收手机。然后他们是穿着便服就来问的第一句话是说 ，Give me your passport。然后我就想说，护照。就很奇怪，就想说因为他是真的是两个穿便服的人来，然后就想说为什么就要跟我拿护照，真的超怪的。所以那个当下我们没有带这样子。那因为我的钱包是有爱丁堡的校友证，所以我就先拿了那个给他。我就想说如果校友证不见了就算了，这样子就重办。然后我拿了给他之后，他第二句话就说，你们住在布达佩斯吗？然后我就又觉得怪，就想说什么了吗这样子。然后就后来呢，就是因为是两个人嘛，所以就有一方呢就把他的那个外套拉链拉下来，然后他就拿出他的牌子，然后他就说他是 BKK 的查票员，那我们认定你们是逃票，所以呢你们要付这个罚款这样子。然后那个当下我整个愣住，我想说哈对，因为我的口袋里面还有这些票，就是我就从我们的口袋里面掏出这些我们在地铁上啊然后压过的痕迹，就想要去跟他们解释说我们并不是逃票，我们有买票，而且我们就真的拿票给他看，我们的票在这里，但是因为这整台的机器都坏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检票。那他们就是觉得我们是逃票，因为我们那个票没有被 validate， 所以我们那张票他就是觉得我们是逃票就对了。那个当下呢其实是真的先吓到，因为首先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们是前后，就我们两个是被挡住的。那其他人呢真的是能下车的就能下车，就能跑到前面就是能跑到前面的，这样就是那个气氛真的还蛮让人胆战的，就我是觉得还蛮可怕的。他先挡住了我们的路，然后又拿着我的校友证，然后又说你们就是逃犯，然后要罚款这样子，然后就是可怕之余，我还觉得蛮沮丧的。因为我从口袋拿出我的票要跟他用英文解释的时候呢，他完全不听。那因为我本身就知道英文在匈牙利并不是普及的，但我想说如果是官方的查票人员应该是可以通融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机器坏掉了嘛。但是他们就一直跳针说 casual card casual card 这样，那个跳针反复的频率呢，还有那个他的声音的大声程度，会让我觉得好像我现在就是该要把那个钱掏出来，
来我现在就是没有要听你解释那种感觉，所以当下是真的蛮觉得对国际旅客来说蛮不友善的，因为其实在整台车子上面也没有任何英文或者是清楚的标示说明如果机器坏掉的话可以怎么做，就真的不太知道。我沮丧的点是说，因为我是每天使用英文的工作者，那我自己还有在教作文跟口说，所以我对于我没有办法用英文表达出我的感受跟为什么我还是要付这个罚款这件事情感到有点生气跟有点难过。那个时候的当下情绪真的很满，然后也的确是认为这样真的对我们这种看不懂匈牙利语的人来说好像没有那么的友善，就你们其实可以跟我们警告说，诶，这个你一定要剪哦，但并不是就是直接讲说我就是你就是逃票，然后你就是没买票，你现在就是被我抓到了，然后你要付罚款这样子。对，这个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不是要付罚款吗？所以那个时候因为我还是觉得蛮怪的，付的当下呢，我是先拿一张我保证那张卡没有什么钱的卡去逼那个罚款，结果就理当那个机器没有 process 嘛，然后后来呢他们又更凶的 cashier card 这样。所以我也是那个当下才知道说，如果你的手上是没有现金或者是你的信用卡是没有钱的状态下的话，他是会陪你去附近的 ATM 或者是就是等你拿到钱为止他才会走人。又觉得更可怕了，真的就是我不太能够，我不知道要怎么讲那个感觉，但我觉得这个如果你没有来过欧洲，你没有遇到过像这样子的状况，你很难去想象。反复问自己说，我现在是怎么了吗？就是真的一整个非常的那个整个过程虽然发生的很快，但是会让人觉得蛮害怕的。不过这件事情我有几点想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那第一个点呢，是我决定会想要拍这支长影片跟大家分享详细的过程，是因为我到了匈牙利才发现，诶，其实它物价真的相较于其他欧洲国家来说真的还蛮低的。在英国吃一顿饭的话，那个钱其实在匈牙利你可以吃大概正餐加甜点加饮料，就是真的那个物价跟英国真的差蛮多的，都是跟台湾的物价蛮接近的一个欧洲国家。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学生旅游啊，或者是可能夫妻情侣要一起出游，其实如果想要省钱的话，都会选择奥杰匈这三个地方来作为旅游的首选。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再发生在更多人身上。有买票但是没有检票这件事情呢，我明白说，诶，因为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啊，如果我今天上车的悠游卡机是坏掉的话，我其实真的不会去想到说我要再等待下一班车然后再去刷他的悠游卡，我真的没有想到，所以我的脑袋里完全没有这个选项。但是在被罚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如果今天没有检票的话就是会被罚款。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整台车的机器都坏掉的话，那你真的得要去等下一班车。我看很多网友说其实电子票是相对来说比较方便的，那我不太确定电子票是不是还需要比，是不是真的即买就能用，因为我们没有用电子票，所以可能大家可以再注意一下。但是这样听起来感觉电子票是比实体的单程票来说还是比较方便的。然后你上网查了一些资料的话，就会发现其实真的非常多人因为没有检票啊一些其他的事情会让人觉得很无理被罚了钱。其中有一个我想要特别跟你们讲，就是说呢，因为我已经把整袋的票都拿出来了，票的时候他会给你这种票，但是呢他会也会出现这个叫做收据，但是你会发现说其实它收据跟这个票它的大小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就有网友说他那一天误把这个收据拿去检，然后在检票的时候发现了，然后他也被说他今天没有买票。那个网友就想说，我这是收据，我就是付款的收据，为什么没有买票？那因为今天的点就是说你不是捡在对的位置上。网友有跟我提醒说，就是如果你这个捡的时间啊，比如说你去捡了，然后你突然想要去上厕所或者怎么样，就是你可能不是搭下一班车马上上去的人，那有时候他们看你这个时间点如果太早的话，你也会被罚，因为他会觉得你这个可能前一段时间用过什么之类的。就总之呢，
就是有这一些事情的发生，然后这些事情也都是很血淋淋跟大家说，真的一定要小心就对了。那这件负面的事情，但必须要说，因为匈牙利的物价比英国还要低蛮多的，所以在这边其实还是吃到了非常多很棒的美食，然后我也剪了很多的短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吃到很好吃的东西啊，然后拍到很好看的景色这样。但是最后呢，我还是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旅游体验的遗憾。一个遗憾的话呢，是其实我在还没发生这件事情的前几天呢，就是我还跟远方人类说，我觉得匈牙利的地铁比伦敦好欸，因为伦敦的地铁其实如果你没有搭过的话，就会发现其实它真的很像快要解体了，就伦敦的地铁其实搭得很晕，然后而且如果说有某些站它是过那种弯道的话，其实你如果下车然后车开走，其实会有叽嘎叽嘎的声音，就真的是很大声很吵。但在匈牙利完全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而且匈牙利的公车电车都非常的准时，我们从机场到市区或者是最后一天从市区到机场都非常准时，就是完全没有任何误点，所以其实他们交通运输是完善的。而且我重点是我没有晕，我在伦敦真的是晕到爆，被罚的时候啊，已经真的很失望了，所以我就讲说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就那两个，就其中一个就跟我们讲说，哦，因为我们交通亏钱，然后我就又更生气了，就是我就想说那为什么不设闸门呢？就是我觉得这整件事情都还蛮遗憾的，是说本该一个有发展地铁的城市，其实理当它整个的交通设备其实我也体验过，我觉得很不错很完善，但是因为这个罚款的事情让我对这个地方的印象真的没有很好。这件事情我了解到说，曾经我一直在跟大家说我想要跟你们推广分享那些小众景点啊，我想要带你们去那种没有人去过的地方啊，但这件事情确实就是增加了我的生活体验，知道说哦，如果真的有一个地方的机器都坏掉的话，你一定要再去等，没有办法应用在我们之前在台湾生活经验或是在英国的生活体验，就是它是一个全新的状态。很想要跟大家说声抱歉，如果你有追踪我的 Instagram 的话，我觉得我是带有非常多的情绪字眼在讲那些事情。蛮失落的一个点是因为明明就是满车的状态，我们那班车是到观光景点的地方，可是当下连一个看戏的人都没有，我想要求救也没有。我原本想说还可以找一个如果是懂英文跟匈牙利语的人，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沟通，但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出现，到最后只有亏钱然后还有赶快交钱格的回应，让心情还蛮复杂的。也因为这则短影片下面的留言有非常多是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的人，他们有说这整件事情非常的理所当然，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就是得这么样子的做，希望大家出路都可以平平安安，然后都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旅游体验。那就这样子咯，我之后还是会把布达佩斯的 vlog 剪出来，就下一集影片见啦，拜拜。